请收看《慧心世界》金刚八节波罗蜜经。心中一想。奉请清自在金刚，奉请毗卢金刚，奉请黄水球金刚，奉请白净水金刚，奉请赤星火金刚，奉请定时斋金刚，奉请智贤金刚，奉请大神金刚，奉请金刚观菩萨，奉请金刚所菩萨，奉请金刚爱菩萨，奉请金刚意菩萨，该空尊者是菩提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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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各位恒持同修。啊，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啊，咱今日在中华民国啊，台湾净土南投县国顺乡福古村啊，张寿巷66号上基山仙佛寺总本山。啊，咱今日是99年5月30日，啊，也是咱每个月咱的共修日。啊，金刚经的重要性，是咧甲咱开示咱每个人有一位上伟大的心。叫做金刚心，但是咱的金刚心呢，比玄奘搁较定，任何物件较好的机器，照常佮拍袂破，但是有一个物件拍会开呢，就是烦恼。咱的烦恼心出来时啊，咱的金刚心呢支离破碎。啊，曾经咱有一位老菩萨，老菩萨的生活拢没有问题，啊，真勤的，啊，做念佛。但是你讲师父啊，我念佛念袂落了，我咧烦恼伤济，是啊，啊你啊咧烦恼你的钱死了后，恁囝恁孙唔知家己顾会条无？是啊，所以你今日念佛念经念袂落，叫钱害死。我嘿啊！我三个囝都拢袂好，大汉囝是足有效，
二憨囝嘛足友好，第三囝嘛真友好，新妇查某囝都足友好诶。那么这位老菩萨咧，我安尼都一真友好都好啊。伊讲我，但是我烦恼我只财产，我只囝都足故意诶呢。我打屎未偷食啦吼。伊讲吓，哦，你若知，哦，故意都憨憨啊啦，我都打屎未偷食啦。挑粪啦，不会偷吃啦。啊，那个，这个孩子三个囝拢安尼，就是很容易被骗，很容易被骗啦。啊，所以叫他烦恼。遐囝三个，伊留下一财产，老菩萨，惊遐财产好囝去甲哄骗去。哦，所以他就烦恼。我说你越烦恼会被骗，你越会被骗。哦，啊，你念你的佛，啊，求佛祖，求菩萨，求护法神将，求你的祖先。哦，化开完全借助，那这个老菩萨呢，有效用，绝对有效的。哦，一等于都日夜用着念佛阿弥陀佛啦。我讲你要先开发这囡仔的智慧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。就是咱的个性，咱的觉性。咱人物质，每个人都有觉性，但是呢，不知道找觉性。而自性，阿弥陀佛；清净性，药师琉璃光如来佛。啊，这觉性。释迦牟尼佛，所以你即马等于念佛，我都送一挂佛珠给呀。我咧安尼吼，就是念我的佛珠，念开静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和尚很有钱嘛，真有钱啊。哦，伊佛珠挂真水呢，伊咧挂真水佛珠，伊唔是伫念佛，伫上下呢。你上迄个吼，迄水晶的偌好，都偌好。水晶里内底无丝的，无线的，主丝的质量哪有丝呢？伊个你这算水晶，啊、哦，你算水晶唔是真正的念佛，所以因为太有钱嘛。为啥有钱啊？有钱呢，逐天换。我伫厝内底佛珠有偌济？哦，迄无当算。我规拖底拢佛珠，啊，恁都轮流摕起念。哎，少年师傅啊，你若知影我轮流摕起念，我你摕起加持啦，加持烦恼啦。我甲咱皈依的迄回，这条上俗，一条八十块，吼我送甲你结缘，哦你念这条绝对会开悟，所以伊就足欢喜的就伊怎啊？我甲你讲，咱只佛祖头，你先在呢合掌。哦，拜请本师释迦牟尼佛慈悲加持，灌顶，让我的囝某某名某某名某某名，
啊，因会当智慧增长，智慧增长。啊，那我念释迦牟尼佛的圣号功德，来回向祈求诸佛菩萨加持灌顶，然后你就开始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你家想迄粒珠，就是你的囝的头壳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，南无。念一针呢，真趣味啊！紧啊念，这念的时啊，业种重，火神就会活来呢。念了四个拍火神，念了就拍火神。啊，迄阵中间咧拍火神呢，因囝头壳拢戆成啥？因为你甲观想，这是囝的头壳嘛。你而且互做下灌顶啊！啊，火神来了，伊就要拍火神。伊那个囝头壳牵落啊！家己啊，遐好遐囝啊！爸，最近哪样好？我头壳戆成啥呢？啊，我欠无师傅看呢。哦，我才讲你是不是？会拍火神，用嘿啊！啊，火神来，我来看，会看心就搁乱呢啊！好，我你别管你，你念或者是你精神统一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就是你皈依本师，咱内在的师父。释迦牟尼佛，觉者，那是释迦牟尼佛来代表咱每个人的心。释迦牟尼佛代表我们每个人的心的觉悟的心。哦，那这位老菩萨呢？伊讲啊，我知啊。那么回去，伊就用着念。啊！后来他说一年后，这老菩萨迄条佛珠念断去啊，要摕来搁交换。我讲这佛珠你念得那么好咯，亮晶晶啊！你搁等于你搁撑伞的话，你无换新呢？旧的佛珠你一直念，一直念，啊，一直念，一直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是开智慧的法门。所以各位啊，咱囡仔考试都到了，你要为自己的子女加持智慧的时，恁家妈祖婆，你得南无天上圣母，南无天上圣母；恁家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；观世音菩萨。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你拜王禅老祖，南无鬼谷先师王禅老祖，南无鬼谷先师王禅老祖。你一心一意持一个圣号，能够成就、成圣、成佛、成神，家呢，拢是有大智慧，加以成圣成神。那么总称，那个智慧的心，金刚心，般若波罗蜜多心，那个心，内在大智慧彼岸的心，一本来面目的自己。所以，咱任何神圣领导百姓，你拢会用念，难道？拜阿门，你嘛南无阿门，南无阿门，都可以。南无就是皈依嘛，把咱的妄念、咱的妄念、咱的烦恼、咱的冤亲债主、咱的祖先一起带进去每个灵界，嘛好，咱的祖先嘛好，冤亲债主嘛好。因为本心
这是觉悟的心，抉择的心，各家的心。所以各位啊，咱修道学道，按一般学习的知识完全不一样，完全天地之别。所以希望各位同修们，啊，因为这代志咧，真久以来想要甲各位讲解，啊，因缘无拄好咧，无甲各位提起。所以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不是人，伊是佛，是代表咱世间人的心。那么咱就听佛教禅宗大师，就讲这娑婆世界，地球娑婆世界，没有第二尊佛，加一个释迦牟尼佛尔，没有错，名词的代表，就是咱觉悟。人在世间最宝贵的觉悟的心，就以释迦牟尼佛他来代表咱所有的人都有觉悟的心。那么阿弥陀佛也就是佛，阿弥陀佛咱的本性，阿弥陀咱的本性，所以南无阿弥陀佛，咱回归咱的本性。但是你要回归本性，找到本性，必须有一位导师，原来的本来自己的导师，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。你爱有释迦牟尼佛，咱有觉悟的心。好，你才会当找到咱每个人内底迄尊阿弥陀佛的佛性、的自性。那么你找到阿弥陀佛的自性以后，那么搞不清楚阿弥陀佛是做什么形的。哦，所以咱找阿弥陀佛说法啊，原来就遐尼清净，那么清净，一点不染，不会染世间尘，就世间的阿弥陀佛，啊，咱的祖性，每个人的本性，都是遐尼清净，无垃圾，那像琉璃。遐尼清净，所以叫药师琉璃光如来佛有殊佛。你才发觉，原来我们每个人内底这个金刚心，拢会干五万样代志。那么来咧，咱咧就是本性，哇，这庄严，是做什么形的呢？阿弥陀佛。生成什么样呢？阿弥陀佛身金色，咱内底迄粒性，你看到家己的本性，阿弥陀佛的本性的时，心是金色的。哦，阿弥陀佛身金色，相好光明无等伦，内底迄个咧上真正庄严。无定论，无什么，我都来比下啦。家己的本心，摆好完全是有虚名，你家放出的根，摆好的足微细的根，看足远的去。摆好完全有虚名，甘木澄清四大海。甘木澄清四大海，目睭足有眼神的，无就爱困爱困，
足有眼神的。哦，光中化火无水，阿弥陀佛，伊的光啊，化足济足济，咱的智慧，化火化智慧者，有智慧者无作用，化菩萨像也无变。化会做工课的人啦，实实在在在做工课的，这进条河都无所用。四十八万度众生，原来里面那一位呢？无量劫以前法藏比丘，啊，要修为咱修四十八大愿，六波罗蜜，六度万行。忍辱、持戒、布施、智慧精进、甲禅定、禅定、六波罗蜜、六度万行、六度万行，然后四十八大愿，所以迄个阿弥陀佛啦，四十八愿度众生。你要有四十八个愿，你才能跳过各种的烦恼，去度众生。九品含令令批案，啊，上品上升，九品最高境界，啊，九品含令令批案，到西方极乐世界。那么咱伫世间要修噶，咱原来迄个遐庄严的法相。确实无简单，所以咱一心念佛，一心念佛，咱来了解家己的本性就遐庄严，然后才知影哇，咱的本性是足清气、足清净的，无垃圾啊，没有污染的，那个就是本来的自己。那三位合而为一，就是如来的啦，一心，一个心。金刚妙心，金刚心。啊，所以各位，咱善师同修，今日咱例行的共修，咱讲一切法，好，咱大家了解一切法，咱才会当超越一切法，才袂有一切法甲咱绑掉的、束掉的啊！祝福各位阿弥陀佛。Oh,